各位好，我是瑞，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巴萨迪纳的豪宅。我们现在到前院来看一下，占地7万多尺啊，房子一万多尺一点。这是前院，我们接下来到后院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花园，这边有一个室外的休息区。这边的景色还是不错的。这个是花园，这个花园非常气派啊。这有一些步行的小路，自己家后院，后院就是一个公园了。这个是房子的侧边，在下面还有这里有一个休息区。现在进来，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，这个门都做得非常讲究啊。有一个窗边的休息区，这是一个客厅，这是一个书房，书房挺大的，正餐厅，楼下的洗手间，楼下的厨房，这边户外还有另外一个休息区。房子非常大啊，1万尺，这边有一个套房。这个套房有一个单独的出入口，还有一个办公室。这边有一个水吧，不是水吧，就是洗衣服的。这边有一些衣橱，这个吊灯，这边还有个小教堂。二楼的休息区，这是一个主卧，主卧的浴室，楼上的走道，刚刚那个还不是主卧。